来到焦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思颖。先问大家一句，假爸呗。假爸。那就好，因为我怕等一下大家看到照片啊，就是会觉得真的像置身美食地狱。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中央中文毕业的，然后念了艺术学研究所。那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自由撰稿者，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采访，然后会采访很多的艺术家，然后会写一些艺术类的文章。那有1/2以上的工作时间是跟美食有关系的。我不是忘记了。那所以我目前是 Here 杂志的特约采访跟主编，大家也许看过 Here 杂志。等一下我们在 Q&A 的时候，第一个提问的就送一本珍藏版的 Here 杂志，然后接下来2个我会送好吃的士林辣豆干。然后接下来其实在过去2个礼拜呢，我吃了20家咖啡馆，以及8家高级的餐厅。那大家乍听之下都非常的羡慕，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非常的羡慕我。有时候我在脸书分享我的工作经历的时候，大家就会说他们要报名当我的小助理。可是大家不知道，其实每天这样吃就是我自己的压力。其实工作，当你的工作跟吃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吃的时候其实会没有那么的想象中的那么愉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日期，就是8月12的时候，我在这一家餐厅，它是一家带有印度风味的美式餐厅，然后它的一套餐的价格大概是1000多块到3000多块。那因为这个案子它是他们公司的董事长希望我跟另外一位伙伴可以一起帮他们做公司的网站，所以我已经跟他吃了3顿饭，就是他旗下的餐厅，然后每一次吃就是3到4个小时，所以这一顿饭吃了，我们吃到龙虾尾，然后喝到了很棒的香槟跟红酒，然后吃了很高级的牛排，然后最后有很棒的甜点。可是我回家真的不骗大家，就是肚子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当你在吃这顿饭的时候，是在讲你们的业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的很开心的享受，你的脑子是一直在动的，你要想接下来你有没有办法帮他们做好这件事。然后这个是8月13的时候，我去了星光3月2家餐厅，然后这个是干杯集团，它旗下在星光3月 Apple 馆6楼，他们整个包下来做了很棒的一个餐厅规划。然后日本的主厨料理长就直接在我们面前帮我们料理，然后我的电脑就在这边，当他每做一道料理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旁边有个翻译的同仁，我就要做记录。那前面看到的是秋季最新的生鱼片，然后一个人把那一份享受完，回家就是交功课。然后这个是吃完了这一家之后，我们马上赶到楼下 B1的肯努森咖啡，那它是一个精品咖啡的代理品牌，所以我们喝了3杯咖啡，吃了甜点，吃了3明治。接着呢，这是8月13嘛，8月14的时候开始进行5家咖啡馆的采访，从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7点钟，我吃了5家咖啡馆，喝了5杯咖啡，5片蛋糕，然后还不包括咸派、3明治，各种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尝到的美食。那所以然后接下来8月18其实就是在上个礼拜也一样采访了10家咖啡馆，然后这是其中的3家餐厅。然后这个单元是即将在9月份的 Here 看到，就是我找了3位艺术家，其中最左边那个是我正在法国念艺术博士的同学，然后我们去3家餐厅请他们介绍，然后就是从下午1点钟吃到晚上7点多的小张龟山岛，那个是热炒。那本来我们都是会要求店家给我们三道可以拍跟谈的料理，可他们往往都会多准备，所以我那一天真的不骗大家，中午的话在中南饭馆吃到很棒的眷村菜，老板很热情的介绍跟提供了7、8道他们的知名菜点，然后下午又吃了大概5道的欧式料理，然后晚上又有1整桌的海鲜。等到我真的吃完，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你好像已经有点，那就是那种脸泛油光啊，然后有点不知道今天就真的是个酒囊饭袋，因为你其实想到接下来回家要做的稿子很累。然后其实当我这3、4年 freelance 的生涯，我就在想，因为当我一开始我结束了最早我在广告企划，然后也待过艺术类的杂志，然后到了4年前，我开始决定接案。那我接的第一份工作是 Here 杂志的编辑，他去采访完，可是他没有办法有时间消化的稿子。当时他把他采访完他手写的笔记，请我帮他写成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的每一家的日本料理店，我都非常的想去，然后总是在想说，为什么不是我亲自吃到那些东西，采访到那些主厨？等到我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为我用这个方式好像重新认识台北市，所以现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点一个点，就像焦点这个 spot， 你在我的脑子里好像就是一个人体的 Google， 你会发现。如果你的朋友问你哪里可以吃热炒，哪边有居酒屋，哪家咖啡馆好吃，你可以马上像人体 Google 一样告诉他。那我也记得在多年前看茱雅·罗伯兹这一部《新娘不是我》的时候，她在里面的角色是美食评论家。然后其实我都还记得她的场景，就是她坐在餐桌上，然后大厨为他准备了餐厅里面最值得推荐的菜色的时候，她只要尝一口。然后回家写写文章就可以赚钱。我记得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说，这就是我的梦想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你会心想事成。可是，其实我不能说现在的工作不好，可是你会觉得说，当它变成你真正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消化它？不只是你在消化美食，你还要消化你的文字，然后你如何让你的文字还继续有吸引力、有感染力，然后你自己写起来不会觉得太无聊、太乏味。因为你们知道美食的用语，如果你不继续去增长的话，你会觉得永远就是弹牙，然后滑嫩，然后弹 Q、弹舌，好像以弹为开头的字大家都用完了。然后呢，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说，因为我的大学时光距离我非常的遥远，那可是我认为我在工作的期间，其实也学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当你到一个所谓的企业机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不满，所以我们常常下班你可能就跟同事或者吃午餐的时候，就是跟同事在骂老板或骂主管。可是当我离开了所谓的公司的体制的时候，我才发现，在过去可能我的主管他的一些工作模式，比如说可能我刚踏入业界，然后要写新闻稿，整个方向完全写错了。可是我的主管他是整个直接他重写，因为我们可能5点的时候就要交给美编去完稿。那我会觉得说我在职场里面得到一些很好的带领的模式，所以当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包括时间安排、工作安排，像比如说这2个礼拜，我必须去安排好几组的记者跟摄影出去，然后我自己也身兼采访的人，然后有时候摄影可能临时有事，你要去调配。那我觉得当 freelance 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说，当我们在公司的时候，你在公司上班，你常常。难免你就是有一个上对下的从属关系，或者是你不得不完成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也会觉得你必须把这8小时跟10个小时卖给老板。可是在当 freelance 的时候，你跟你的窗口大部分是很对等的沟通。那当你有一定的经验之后，你的窗口他其实会蛮尊重你的。所以我自己到现在就得到很多很好的回馈，比如说之前刚刚完成一本。10门的专书，我花了6天的时间，然后再花3天的时间写出4万字。那这个经过文化局通过之后，就是他们人说，完全没有问题。那当文字不需要被一改再改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OK， 就是你对你的编辑好像也交代的过去，然后你对你自己这个现阶段这个工作也交代的过去。然后还有当 freelance 就是你会是一人的公关、业务、企划、财务、总务，你自己就是公关，你要面对所有的业主，然后你要把他们服务好，有时候逢年过节没有到说一定要送礼这么夸张，但是比如说有时候你经过某个公司，或者是必须跟他们谈案子的时候，你可以带个小礼物，就是表现你的心意跟你的体贴，那其实都是促进你们彼此比较好关系的一个小方法。最后呢，就是就超过一点点，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工作时间做的事情决定我们拥有什么，闲暇事的时候做的事决定我们成为哪种人。那这个是柯达公司创办人乔治·伊斯曼讲的，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尊重，还有在收入上也比过去在上班的时候多了可能2、3倍。就是你在当小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就是拿什么样的薪水，可是你现在你有办法去接更多案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那可是你在闲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发展你的兴趣跟休闲，因为那很可能是在你沮丧或者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得到养分的地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